我非常幸运的是，在第二个比赛的时候，遇到我在欧洲的最大一个伯乐吧，意大利的一个剧院经理，然后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参加比赛当评委，去发掘新人。他在比赛的时候听到我唱意大利文的咏叹调，他说字正腔圆道，我以为你会说意大利文，所以我一上来直接用意大利文和你交谈，但是你那个时候只会说三句话。我在赢完第二个比赛的时候，他就建议我去意大利参加另外一个比赛。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星期，突然家里面收到一封信，我拆开一看，是一个报名表，跟一般的比赛不一样，它不分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它每年都会有一个课题，比如说今年的课题是茶花女，明年的课题可以是女人心，每年它设定一部歌剧，然后为这部歌剧选角色，最后赢比赛的人主要的是赢到一张剧院的合同。哦，那年的主题课题是莫扎特的女人心，女人心的谱子有那么厚，我一直犹豫不决，最后其实是一枚硬币决定了这个命运。我记得是一个两欧的硬币，真的，我还投了一下，后来真的是他决定着让我去。之后我在两三个星期里面，就是真的是彻夜的背那本剧，非常不安的就踏上了征程。第一轮是自选曲目，随便唱什么。第二轮男高音都全部唱，男高音的第一首咏叹调乌纳奥达摩罗萨，唱完之后第二轮又误打误撞到了第三轮。到了第三轮我往周围一看，一个中国人，三个意大利人。哦，所以我其实是心态到时候也，但那个时候也挺好，好像哎，好好就这么着吧，反正做自己能力之内的尽力就好。决赛我记得我们从五点开始赛到了凌晨12点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抱希望，结果又是赢了这个合同。从那之后，然后我的歌剧生涯吧，职业生涯算是开始了。Contenta quest'alma in mezzo alle pene, sol trova la calma pensando al suo bene, che sempre costante ti serva in amor, che sempre costante ti serva.您现在回头看，当初您说您当初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当中我是第一名，您现在回头看自己为什么是第一名？能唱成这样的歌手真的很多很多，最后还是看命运机遇，谁能抓住机遇
谁就是胜者。我感觉在欧洲，我最近人家跟我说我做事比较认真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我唱歌容易打动人。哦，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威尼斯的凤凰歌剧院演爱的甘醇，我有朋友来看了，我最后返场偷洒一滴泪，前面坐着一位意大利的老太太一直在擦眼泪，感谢父母，感谢上天给我一种怎么说，歌声的力量，对，情感的力量，对，情感的力量。我在意大利的那些剧院经理啊，包括经纪人啊，导演、指挥朋友，他们都说到一定水准唱得好的其实很多很多，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啊，我更喜欢他一点，更喜欢这个人一点，就是最后要看哪个人能够唱到别人心里面去。嗯，